没有，现在猪的话是坐到这个地上面的啊，这个猪的话大概在600斤左右。等一下，我们带大家看好戏啊！好了，现在师傅们的话已经都过来了啊，来了6个人，我不知道7个了，7个人应该差不多了啊。2把铁钩，看到没有？这里一把，这里还有一把，2把。这个猪平常的话就是特别凶的，这个猪师兄，已经站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？8个人过来了。我们到外面等啊。好了，猪的话已经出来了啊。我们站到这个外面。不然是领子。这个是我们的师傅啊。还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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